念过书吗？请问您姓谁？还念过原上面。民众党立委陈昭姿超生气，因为他日前在挺柯集会上说柯文哲是视线菩萨，就被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开酸是邪教，还用毛骨悚然来形容，让陈昭姿吞不下这口气。林俊宪，你用这么 low 的这个政治操作来抨击这件事情，什么叫做邪教？你格调太低了。赖清德在2019年在初选的时候这个落败，我想问你，那时候你在哪里？我陈昭姿站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。民众党的这些政治人物，居然可以不笑场的讲出这些话，可怕的是，台下还是有一些人如痴如醋。我觉得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。林俊宪开呛，民众党不断极化煽动群体。民进党立委洪胜汉也说，民众党有相信阿北五阶段洗脑手法，像是把问题归因蓝绿，蓝绿操控媒体，指控不用验证，柯文哲不会欺骗，以及只能相信阿北等。但菩萨说引发争议，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也开呛，民众党善用操弄片面资讯，煽动民粹。亲朋好友是正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影响到身心健康的状态下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。来继续用理性来冲散仇恨，被其他的政党拿来进行政治攻击啊！我觉得这样子的格调啊，让人不敢恭维。黄国昌不留情面回呛昔日战友，毕竟柯文哲深陷金华城弊案，民众党第三势力领头羊地位岌岌可危，如今又有视线菩萨说争议再添一笔。三立新闻陈娟、余若柏台北采访到。